台湾人，在有心的人，起来，我想讲，这是我看真多方向，啊，民进党无对，伊也是有这项，啊，当然有人感觉讲，实在是用中华民国，咱来选出来嘛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嘛不是台湾总统，所以我感觉这个要安怎转变，可能我相信有真多这优秀的人，会当想出这个方法。是不是这个啊法律建国是一个上好的方法？因为各有美国，可能日本，伊拢会伫后面到支持的时，我相信台湾人应该是有五万得票，多谢。感谢大家哈，因为到问题确实有需要这个美国甲日本出面哈，靠法度解决这个台湾的问题。因为你战后的条约就是旧金山合约啊，敢若这个条约啊，这个、国际承认的条约，你要经过这个条约啊，这个条约主要正面框架就是美国啊，啊，所以美国对台湾事实上有管辖权，伊若无出面来处理台湾问题，无法度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对对，哎，来。我稍来发表一点有关这个咱台湾民政府的做法啦吼。在这个课程表内底，咱有排定这个南东山吼，来明仔载来跟咱讲两点真久啦吼。啊，这个是为什么咱都爱排吼？啊，小可甲今日他多在某个问题有小可关联的，咱哦。道路放开看，这个台湾民政府道路放开看，邀请这个民进党的这個重要的干部，哦，啊来咱家，就是咱的道路有够宽，啊，伊要讲什么，伊的嘴在讲，咱无法度，讲，哎，你袂使讲哦，你安尼，你甲咱骂哦，话去，可以嘴骂。咱有两点钟久会度量限，啊，搁刷落去，吼、哦，咱那做人讲有真离谱的代志吼，咱后壁还搁摆一个两点钟久林志炫来搁顶水一遍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有两个作用的，一个作用就是讲咱的度量宽，第二个作用就是讲吼，咱继续搁安排吼，真侪台东的大楼吼，以后一。一学期一学期哦，每学期哦，拢有要求这个民迄个民进党啊，台东的大楼哦，啊一个来甲咱上课哦，啊无管伊上什么课，啊但这个就是讲咱有度量哦，咱自然应该捡起来哦，啊咱会变成上大一个社会团体。感谢郭老师哦。当然是民政府的度量，安尼是真好啦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我是讲听别人的意见吼、哦，咱若有意见的时阵，咱若有利的时阵哦，咱来举手，啊举手还甲伊讲啊，因为伫辩论的过程中吼、哦，较愈来愈清楚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请因遮人来讲，真好。但是咱袂当点点听伊讲吼，哦，我拢伫你顶头，毋是，咱提出问题。哎，讲你安尼讲安尼咁对哦，到底是安怎吼？咱来爱甲讲，爱甲对话，啊，伊嘛会决策啊，吼，伊会决策，咱嘛会决策啊，吼、哦。所以是安尼，这个机会是袂歹啦，吼、哦，来这位先生。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。我是标准的王国儿啊，所以我不希望台湾人站着王国儿，更不希望台湾人来抢我的位置，做鲁智鲁啊，就是王国鲁的鲁。但是事实上，今天的民进党
就是亡国奴之徒，包括李登辉、陈水扁、吕秀莲，以及下面的，统统都是。难道他们是高知识、高水准、高地位，不知道今天的这个流亡政府统治台湾是一个不法的团体？那么当年麦克阿瑟派蒋介石到台湾来接受日本的投降，可是问题在哪里？就是1949年1月21号，蒋介石已经是下台变为平民了，自然已经变为平民了。这一个麦克阿瑟的命令到这里已经结束了，因为他派的是蒋介石，而不是派的 ROC 来接受，对吧？那蒋介石自然后来在逃到台湾了之后，又拼了他的部队的枪杆子，自称一个 ROC 的总统，所谓霸统。民进党的成立就是因为蒋经国没有办法把这些老贼是他老子带来的，然后自己再去对付自己的老贼，所以在成立了民进党，就是由周鹏杰负责成立民进党，是一个临时编组，任务完成之后就要解散。可是民进老贼退休之后，他没有办法解散民进党，所以他就像政务官不能达成目的只好辞职，所以他退去了民进党，也退去了失去了党主席。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报告到这一位主席。好，谢谢这位先生哈。当然听到这位先生的立场，他是在讲亡国路，对他来讲是正确的，但对台湾人来讲，我们不是亡国路，因为我们没国了，所以其他人说起来，对蒋介石1949逃亡来台湾，他们这是亡国，因为他们中华民国没去了，但是台湾就没了，因为中华民国不是台湾，台湾人也不是中华民国人，所以我们没亡国，因为我们也没国家，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啦，这是台湾人跟其他人不相同的所在。今天的时间已经够了，我们在这个所在感谢各位，在这里这么久听这个演讲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天师兄弟，多谢。